看朋友们，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经历了4个小时了，也感谢大家，也告诉大家更加好的消息，就是接下来我们还有重要的奖项要颁发，而且还有重量级的明星要等着大家，所以说你们的热情是不会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说完每位的心情依然是非常的高涨，接下来我们将会要揭晓的将是年度港台最佳男女歌手奖。是，同样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颁奖嘉宾，他们是我们湖北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钟守英，还有我们楚天粤海国际代表店的总经理李金慧，有请二位。有请二位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，看看奖项的揭晓。音乐先锋榜2011年度22家电台联颁港台最佳先锋男歌手，入围的有方大同、郭良、林宥嘉、孙汉良、林峰。音乐先锋榜2011年度22家电台联颁港台最佳先锋女歌手，入围的有季安琪、梁静茹、田馥甄、戴佩妮、邓紫棋。好的，那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年度港台最佳男女歌手的入围名单，现在让我们有请钟旭来为我们揭晓。来，请您拿着那个来把我们的光盘 CD 来到我们中央来。来，欢迎钟局，您来揭晓。来，您来亲自为我们揭晓荣获港台音乐先锋榜2011年度22家电台联颁港台最佳先锋男歌手是林峰。好，音乐先锋榜2011年度22家电台联颁港台最佳先锋女歌手是谢安琪，有请。恭喜二位获得了年度港台最佳男女歌手大奖，好，恭喜安琪。好，谢谢我们的两位，谢谢两位。恭喜，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港台最佳男歌手，我们的超哥，恭喜。好了，那可以说我们林峰大哥不仅这个电影，可以说前阵的《白蛇传说》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很红。当然了，今天歌曲又拿奖了，是不是要给大家多说两句？首先真的很感谢先锋榜，还有感谢我的经纪人公司 TVB， 还有我的唱片公司英皇 Music Plus， 还有帮我写歌的所有的音乐的同事，还有我所有的 fans， 谢谢他们。哇哦！哎，在这里的话呢，我们非常开心的祝贺你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替我们的大家粉丝们问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因为之前看《白蛇传说》，大家都非常觉得很棒的林峰，但是呢，作为许仙，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当中，青蛇和白蛇，你更喜欢哪一位？哎，今天因为这个青蛇在嘛，对，所以今天就选青蛇。青蛇了。好的，那在这里要祝福林峰，同时的话更要祝贺我们身边的获得我们最佳女歌手奖的啊安琪。谢谢。哇哦，安琪啊，真的我觉得此时此刻你应该会有很多的这个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尤其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安琪的话呢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语想分享给你的宝贝？跟他分享哦，就是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很想跟他讲，就是武汉是一个很美的城市，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我希望下一次过来的时候能够带他过来跟这里的朋友见面。 OK， 好的，再次祝贺二位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
是的，大家等不及了，马上呢我们也要请出刚刚获奖的二位给我们带来歌曲。首先请出的是林峰，给我们带来让我爱你一小时，有请林峰唱片，有请。Thank you.